今日咧就非常有幸啦，請到 Tiny 微影嘅老細啊，你好你好，阿 Steve 嚟呢度啊，做一個訪問。咁啊，阿 Steve， 以我所知咧，你以前咧好似唔係做即係未做 Tiny 之前，你好似唔係做玩具嘅喎。我係做玩具嘅，就係喺網上賣車仔嘅，即係 eBay 啊嗰啲將香港嘅車仔就擺上平台嗰度出口咁樣咯。明白。係啊，咁啊跟住就而在2006年我們就第一次參加這個香港玩具展了。那你即因什麼原因你會決定去做Tiny 這個品牌出來呢？其實是這樣的，我們在這裡差不多是第14年了，其實我們都經歷了玩具的一個高低潮，尤其是歐債危機那些。這個 show 令到我們接觸很多外國的買家，而他們呢每一年真的有個恆常的習慣是來這個 show 的，所以很多見了十幾年的 buyer 都每一年我們擺的時候都會見回他們。咁你覺得這個香港玩具展除錢之外咧，仲有啲乜嘢係即係最幫得到你咧？其實最幫得到我哋咧，就係睇到成個業界嘅一個視野啦，即係譬如嗰年興啲乜嘢啊，經濟好唔好啊，咩國家嘅 buyer 係增多就知道嗰個國家嘅區域嘅經濟係起飛啊咁樣。咁其實係一般嘅展覽會係做唔到依個功用嘅，係啦係啦。一般展覽會係做唔到。做唔到嘅，係啦。因為香港都即係以我所知，啱啱同另外一位嘉賓傾過，香港呢個玩具展係亞洲第一大，世界第二。冇錯啊，冇錯。咁你認為即係呢個香港玩具展喺未來可以有啲乜嘢即係改善或者係進化，可以更加令到去幫到你哋呢啲香港品牌咧？其實香港我哋都係由一個小品牌做起啦，咁香港好多中小企嘅品牌咧，常常遇到個問題，就好似我哋初初咁，就係佢想入嚟參與，但係咧就唔夠位嘅，因為個 waiting list 好長，或者係直情係full咗個殼，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個會場會係擴展到啦，容許支持更多新嘅細嘅獨立品牌能夠可以參與依個玩具展。明白。咁其實即係香港玩具業咧，咁即係佢變化近年都越嚟越唔同啦。即係可能以前大家追求嘅車仔同而家今日追求嘅車仔，可能亦都尚有分別啦。咁你其實點樣睇未來香港玩具業呢個嘅前景咧？雖然個全球咧吹緊呢個冷風啦，你都知。咁但係我哋因為我哋相信其實。我哋呢啲叫傳統玩具，係啦。你話有冇得做？個個都話傳統玩具比手遊會取替㗎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其實係睇下你點做，同埋你揾唔揾到自己嘅市場定位，有冇特色。咁以創新為中心係我哋公司嘅策略啦。咁啊做一啲前面冇人做過，後面亦都唔會有啲咩人做得比我哋更好嘅。咁我哋就係做一啲極度本地情懷嘅玩具，所以我哋以過往四年的依個品牌的歷史嚟講，我哋都看到今年會有可觀的增長嘅。係啊，咁我見到你除了本地啊，香港本地之外，好像都積極發展緊即係一個國際市場咁樣。即係例如會有啲咩市場你哋積極發展緊？我哋而家就積極緊發展緊台灣市場嘅。台灣市場係啦，咁因為反而大嘅市場咧就唔啱我哋依啲細公司做，反而一啲細嘅市場，譬如台灣啊、澳門啊、新加坡啊，從來咧都冇一啲好本土嘅車仔或者建築模型嘅。咁反而好似我哋四年前喺香港咁，咁我哋就一步一步一步可以做。咁去到台灣咪做台灣嘅景啦、台灣嘅車啦，同埋台灣嘅人仔。咁啊變咗個配套就配起嚟就會好全面咁樣咯，亦都會好受歡迎。明白。咁亦都希望呢個香港玩具展可以幫到你喺呢方面嘅發展。哦，係啊，一路都幫到。Thank you 你。係 ，thank you 曬。新年你好啊！係你好，你好。係咁，你哋有一個新品牌喎。係冇錯，冇錯，就係叫 Kiddo and Kiddo。冇錯。哦，明白明白。咁你哋係一個即係香港新興嘅玩具品牌啦。係冇錯，係做1:64嘅車仔嘅。咁因為見到好多公司咧都做呢個民用車，即係細細架1:64嗰啲啦。咁但係就咁，其實你民用車
你諗下點樣嚟香港，你都係要喺個貨櫃度嚟噶嘛，同埋賽車嗰啲都有個貨櫃噶嘛，咁所以暫時就做呢個貨車先咁樣咯。哦，明白。咁即係如果對於你哋呢一個品牌嚟講啦，今年係咪第一次參加呢個香港玩具展？係冇錯，係第一次嘅，係啦。咁你認為呢個香港玩具展啦，咁有啲咩方面可以幫助到你同埋你呢個品牌咧？佢對於香港，又或者甚至係廣州啊、台灣啊、東南亞，對於認識一個新嘅品牌咧，都係好好嘅，因為首先香港嚟講啦，我琴日有一位即係佢係寫手嚟，完全唔識佢嘅，經過佢話：喂，可唔可以俾我影下你啲車啊？我好啊，你影啊，你影啊。咁影完一陣之後，佢都話：喂，你不如開個 Facebook page 啦，因為好大迴響啊。因為我都一個品牌今即係真係琴日先開始俾人嚟睇嘅，咁諗住係未有咁快嘅迴響住，已經係有迴響。咁由22个钟啫嘛，都而家已經係有180多人去睇過 like 過，然後佢已經 reach out 咗俾3000多人，咁即係證明呢啲香港玩具展，即係佢呢啲咁嘅展會咧，佢係會有好多人去入嚟睇嘅，尤其是 local 嘅玩具店啦。今日有個玩具店咧，就佢就話希望第時出到貨之後咧，可以去賣我哋嘅嘢咁樣。咁令我哋亦都有遇到啲有個係印尼嘅客啦，有個係台灣啦，咁仲有係有一個係新加坡嘅係啦，咁樣咁都即係變咗係你話東南亞地區嚟講，我其實今日都係第二日啫嘛，咁都遇咗幾個客人。咁你知對於一個新嘅品牌啱啱開始嘅時候，收支平衡好重要啦。咁即係起碼要有人認識先啦，係啦。咁所以佢無論你話，無論吸引到啲寫手啊，或者買家啊，又或者能夠令到呢個品牌有 exposure 嘅人，佢都係吸引到入嚟嘅，所以係我覺得係幾好嘅呢個展。明白，因為即係可以幫助到你做到一個即係宣傳嘅效果咁樣。係啦，係啦。哦，咁因為即係大家可能都會知道呢、這個即係香港玩具展，某程度上都算係一個 B2B 嘅一個展會啦。係。係，咁佢喺 B2B 方面有冇話即係可以幫到你更加多咁樣咧？都有嘅，都有嘅，因為佢其實好多入嚟嘅買家咧，佢可能係自己有一兩間鋪嘅，有啲可能係有一間鋪都，即係點講咧？其實已經係，甚至有啲人其實純粹係話我見到你個 Facebook page 個 post， 所以我嚟望一望咁樣。但係望嘅同時咧，佢又俾到好多意見我哋喎，即係例如啲拎應該可能佢話做成個碌拆出嚟啊，然後可以換拎啊。例如有啲提議，俾好多提議啊。例如可能係話可唔可以做到第時可以自己加燈入去啊？咁即係哪怕係 B to B 也好啦，佢都有啲係唔係 B to B 嘅嘢可以俾得翻我哋咯。即係例如好多唔同嘅產品意見，因為未開模，因為未開模，一切都有可能噶嘛。咁就係幾好。咁即係可以幫到你做到一個即係更加完善你哋嘅產品，提升佢哋嘅質素。係啦，係啦，係啦，非常好。所以係幾好嘅，冇錯。喂 ，Vincent 你好啊。喂 ，Hello 你好。哇，你呢架坦克車好特別喎，可唔可以介紹一下？係佢係佢係16:1，即係將佢縮細到1/16。係。咁我哋而家係應該全世界第一間公司就做以呢個為題材，係蘇聯嘅前蘇聯嘅 T-72 嘅坦克。咁我哋呢架坦克車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射 BB 彈啦，有冒煙效果啦。佢個真聲係我哋喺英國呢個坦克博物館度，企喺架真嘅 T-72 隔離，佢一路行，我哋一路錄出嚟嘅把聲。所以成個效果係嗱，即係譬如機關槍啦，然後大炮啦。哇！我聽到射 BB 彈嘅聲。係啦，冇錯。同埋然後個 engine 即係起動嘅聲咯，就係咁。明白。哇！真係好厲害啊！你哋有啲咁嘅產品。冇錯。咁咧其實你哋參加呢個香港玩具展啦，頭先就同你弟弟啊、新弟啦就傾咗話，呢個香港玩具展可以幫到你咩啊？咁另外咧，其實我哋都想知道咧，你覺得呢個香港玩具展佢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啊，或者係更加進步嘅地方咧？其實我諗個展本身都已經係好完善，因為好多外國嘅客户嚟，令到個品牌對於出口個知名度更加強。但係我諗，如果你話真係要改善嘅地方、就是，就係我哋由於年資比較淺嘅公司，如果佢可以係喺個排位上，即係喺個展攤位入邊嘅排位上，可以有一個更好嘅排位，咁樣咧就會比較好啲。因為我聽好多買家同我講，佢話
我哋通常離完一樓行完都好攰啦，上去三樓，因為以前我哋曾經嘅三樓喺好後面嗰度剪過，咁佢話啊未必會去到嗰度，但係你知一年得一次機會，如果損失咗呢次機會的話咧，咁又要等一段時間啦。其實有啲客我哋到今年嚟喺一樓先見到佢嘅，咁我問佢，我話你係咪第一次嚟啊？佢話唔係啊，其實我嚟咗幾年㗎啦，不過以前見你啫嘛，就會出現呢啲情況咯。係啦，明白。咁以我所知啦，即係而家香港做玩具生產嘅品牌都越嚟越少啦。係啊，咁你哋仍然繼續做玩具生產啦。係咁亦都知道呢個香港玩具生產業即係嗰個變化同以前比都好唔同啦。咁已經畢竟有40年歷史啦。冇錯。咁你對未來香港玩具生產業嗰個前景係點樣睇咧？我認為其實我認為其實都會仿效係日本咁樣咯。即係譬如我喺日本度見到。田宮模型最有名的，全球亦都有名的，他們銷售那個是會放在東京，然後做工廠生產是會放在靜岡。其實我們香港不僅只是要運用自己先天的優勢，即是這個地方是一個國際城市，我們還要運用我們遲些大灣區，譬如我們工廠是中山的，那距離香港其實只不過是如果駕車是2.5小時，這樣配合香港的門口，再配合後面的生產，咁樣成件事做就會仍然都係有優勢咯，係啊，冇錯。好 ，thank you 你。唔使，唔該。